性是怎么样？我今天第一次见到嘉恩嘛，然后我觉得他感觉若敏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人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其实不会。你觉得自己在剧中是哪一个角色？我觉得我比较像若敏，跟他撞号。其实我还蛮喜欢玉清小可爱，对，他喜欢小可爱。请问一下，第一次见到大家的心情怎么样？最印象深刻就是听到那个林敬晨的声音，嗯，太好听了。你们两个不要互相欣赏喽，太喜欢。我真的觉得若敏要哭了。你觉得自己是剧中的哪一个角色？我一开始以为我是敬晨，结果我试镜的时候直接被打枪，因为我一直傻笑。觉得自己会欣赏这里面三个角色的哪一个？我来问这个问题，你刚刚已经回答我了，你有发现？可是如果挑对象的话，是若敏。没有，因为敬晨太冷了，我就会觉得你怎么比我还要冷淡的感觉？没有，你很热，你没有很冷淡。你觉得在剧里面这三个角色里面，你觉得 Arrow 比较符合他们三个哪一个角色？我觉得我比较像敬晨，你们两个真的大撞号。请问你觉得你自己会欣赏这个剧里面哪一个角色？当然也是包括这个演员演出的这个角色。所以你就是一个很爱自己的那种人喽。可是我会比较偏爱敬晨一点，是因为他喜欢挑战性。那你知道现在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吗？